大家各自选择吧。就是我打射击游戏，一定隔壁台会打其他游戏啊，你可以看隔壁台。但是今天地图是我应该还会再玩个，我还会再开一下啦，因为有些任务我想起，只是我想要把绝密线直接一次把它破了，因为。Good, you made it inside. Listen, I just found the munitions log for the battle. 七号的弹药机。I don't think their presence here is a coincidence. They're not on reconnaissance and they're not on patrol. This ship is prepped for war. They're on a seek and destroy mission. Do you hear me?Isaac, I've lost him again. No signal from Hammond's rig. Find the Singularity Core and get the hell out of there. 啊，对哦，明天要讲鬼故事，哎，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明天要讲鬼故事？我都还没开始宣传。勇气号上的一件武器在坠毁时损坏，你看那些绿具有高度辐射性。而勇气号的气阀自动关闭了，你要把那些球体扔到外太空，靠呗，扔到外太空，好烦啊！开场就这种会晕的，我今天头就在痛了，而且我一飞下去，一定就有怪会冲出来，怎么扔到外太空啊？外太空在哪里啊？先吸个东西过来。我直接弹，好吧。外太空，晚安晚安，大家晚安，脑膜晚安。我决定跟全部干爹 say 晚安 ，Terra 晚安 ，Alone 晚安。先飞过去看看哦，一定有怪。哎，不能飞哦。哦，是他的武器弹射，他的那个武器口。这边都不能站啊，哪里可以站？这里吗？外太空在下面。哦，我先去下面啊。嗯，啊，这也不能站。好，一定有怪，一定有怪。打个，打个。别想唬烂我。外太空，这什么？补充氧气哦。啊，要打爆。打爆之后，外太空才打开来啊。嘘嘘三六晚安。可是我一打爆空气就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先把它吸过来附近。懂了懂了，先把补给品吸过来。太远。而且我的预感是，我一把这个打开，怪物就开始跑出来了。嗯。没有射爆。在哪里？几颗球啊？一二三四四颗，是不是？我会不会一吸过来就死啦？没那么弱智吧？哦喂哦喂，真的要把它打爆了！啊，你们一直说晚安，我没办法那个啊。我先试试看。哎，聊天室又好了，靠呗。那是怎么样？我先内签聊天室哈。我今天直播有点问题啊。70%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好。再暂停。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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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这样就好了。会怕哦，玩这个游戏会怕怪物的哦。哎，可是我昨天在剪这个《绝命异次元》第一章的精华，我发现我的那个，我发现我的射击技术有进步一点点的。好，来来来，各位，吸一个，吸一个。靠！我就知道怪物这个时候才来，而且没有声音耶，我听不到怪物在哪里耶。吸一个，吸一个。
靠呗！啊，补充补充补充，补充补充。哦，谢谢 Super Y DNA 零订阅，谢谢订阅，谢谢订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球球嘞，球球嘞，不是啊，球球怎么都不见了？球球嘞，球球嘞，要搞我啊？吸不到哎、欸，太难了吧，太难了吧？来来来来来。真的会头晕呢、欸，不是我在说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谢谢。啊、靠，还有一只啊！黑色的有够难打，两只是不是？靠靠靠，两只啊！靠北，走开！哎呦，我这样光是打怪时间就不够了耶。然后他还会呻吟，好烦！我先打一颗，先打一颗。完了完了，我觉得今天不用介绍魔力人了。卡关卡到死！等等等，我搞不清楚方向，我现在搞不清楚方向啊！那个氧气瓶在哪里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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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找不到那个氧气瓶啊！我明明就有泼粉丝液，是你自己啊！又有怪，操！我们氧气瓶，我们氧气瓶有吧？我记得我有氧气瓶。好，有氧气瓶，太多怪了啦！我都一个球都还没有那个，就给我。不好意思哦，我玩恐怖游戏，我没什么心情跟大家跟干爹们闲聊。啊！氧气瓶在哪里啊？啊，在对面，在对面呐、啊，在对面，我看到在对面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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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各位如果有漏掉粉丝页讯息的，记得去粉丝页的那个订阅，就是它一个选项，然后可以通知你，不然粉丝会狂漏讯息啊。我要去站在哪一边射啊？这样射出去了吧？要出去了吧？然后摘一颗。靠，这声音是不是有怪啊？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是不是有怪啊？可怕、欸！有啊，今天有背景声音，只是我把它调小声了。来来来，把它射出去哦。Radioactive material removed。好好，一只一只。还有吧，应该还有，对不对？每一颗都要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背景音乐很小声的，因为现在是真空状态，真空状态理论上是没有声音的。好好。Radioactive material removed。两颗会不会多怪？我看一下两颗会不会多怪出来，好像没有。还有几颗？靠，也太多颗了吧！我要上去把那些小颗的吸丢下去啊！好，趁60秒，我把它吸下，我把它丢过去。啊靠呗，不对不对，往对面丢。这打撞球哎、欸，这个。Radioactive material removed。我大概搞懂方向了，应该可以。Radioactive material removed。靠那边那一颗，哎、欸，还有几颗。还有几颗？不要呻吟，不要呻吟！哦，在这里，最后一颗了吧？我先去下面，安全锁已释放，我看一下、哦，先补充个氧气。快快快快快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野猪王我有打死啊！我今天在试玩的时候我有打死野猪王啊！我现在去哪里啊？这里吗？是这里吗？OK，
该这样就可以了吧？Nice！ 欸，真的直接走过来，欸，不早说，欸，这个 logo 是新的战舰，欸，我们要上战舰了，我们要去之前没有去过的船，欸，我靠，开场就一只新僵尸啊。他刚刚任务提示有说这个战舰其实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他表面上说要来救我们，其实好像也是有问题，他是要来消灭我们。哦，新僵尸，我先整理一下身上的弹药，弹药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虽然说没有到很多，但还可以接受。干干干！那个主要就会死掉，哦，先存个档。上次我存完档，旁边掉一只僵尸，超级不爽。啊，各位，我们进去咯，来到了新的船舰，好惨啊！这个就是逃生舱，对不对？靠，他跑去哪里？这就是把逃生舱打开来的地方，他们傻傻把逃生舱打开来，然后就爆炸了。靠，好可怕，是什么声音啊？感染的过程对某些士兵起了奇怪的作用。他们装甲内部都有内置的静置立场。靠呗。怎样？我把这个吸起来。这个是要拉起来的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现在玩反鼠厨是不是？开玩笑的吧，我要自己拉墙啊。这个游戏从实际上来说是很有创意啦，但是有必要这样折磨我们吗？有必要这样折磨实况组吗？我怎么过去？靠靠靠！靠什么声音啊？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真的是番薯厨欸！我一定拉到一半会有怪冲出来，想也知道。我已经对这个游戏的尿性很理解了。靠靠靠！真的是番薯厨，我要怎么移啊？看一下。这里。不是番薯厨啊，是仓库番。对不起，对，是仓库番。啊，完了，会不会今天一语成谶打一张？没有啦，今天就算卡到爆炸，我关台前还是会介绍一下魔物猎人，顺便请老手教我一些东西，因为我身边的人没有人玩魔物猎人。看一下，这边都死路。安，这死路应该……哎，对，啊，这个可以过啊！我把往右移，这不是过了吗？嗯，往右，往右。我只要走过去就好，我要走。干干干什么声音？啊 ！What the fuck, man！ 死了没？靠，还有还有，我还瞬移嘞！你妈妈了嘞！死了没？死了没？我靠，还有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要装备那个禁制的，我要装备那个禁制。哦，还好我有三个。这就是昨天观众在讲说一定要用那个的啦。哇你呢？大家
这个游戏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地步啊？这是商店吗？那是商店。靠，又有！这边的怪全部都这样，是不是？我没还到他，我没还到他。不要浪费我的环啊！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死了吧，死了吧！不愧是军舰啊，上面有人被感染之后还变强。到底有几只啊？这是电光一闪啊，你以为你是神奇宝贝啊？啊？皮卡丘是不是？我们要走这个门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搜刮东西。好像没有，我不敢乱走，这边乱走都会死，不是火就是那种立场迁移，好吧，把这移开了。这是电光一闪哎，我童年的回忆我都出来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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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人家那个绿光侠，靠，那又过来。靠靠靠！这个 Nico 到底是不是正常人啊？动不动就没什么让我们再次完整。我知道想要跟我合体啦，但是在这种气氛中，我要如何跟你合体？而且你人也不在我身边啊。靠，又是电力的，我要吸着电力去哪里？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去吸个电池，去吸个电池。这，还好，就在很近的地方。合体，我们要上楼了。这个电梯的大小，电梯大小不像是会有僵尸会出来。I need to speak with you. 克拉克 ，My name 我是克拉克吗 ？Doctor Kine。如果你真的可以修好穿梭机，有一个比用它来逃跑更好用途，你要明白，影响这飞船的某种力量比你想象中要强大更多。如果你现在离开，就等于判全人类死刑。如果不把信标送还给这个星球，星球就会永不罢休的展开报复。教会是一个错误，这是一个圈套，我早就发现了。拜托你，一定要帮助。所以这个博士还活着。怎样？靠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发现他除了石村号，他这个战舰里面的符号都有华人或是日本的风格，都不像是欧式的战舰。所以里面的一些文字啊，它的背景设定好像是比较偏亚洲风格的战舰。晚安，晚安。靠靠靠，什么声音？来来来来，等他等他缓个。什么声音？外面什么声音？靠靠靠！靠，还有哎、欸！把后面的让他爆，让他爆！爆了爆了爆了！我还没弹药，我还没弹药。小枪弹药要不够。石村号，对啊，石村这名字感觉就是日文。还有没有？好，处理完了，很好。是时候给个商店补给一下了吧？好，节点也不错，节点也不错。这边感觉可以补给。普乌吗？可是普乌应该更胖一点点。
还有没有？前面有音频可以拿。This is Commander Cadigan. We have hostiles on board. This is not a drill. Hostiles are alien. Alien and extremely dangerous. All personnel have weapons ready and fire at will.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节点，我们把大枪改强一点点，光速宽。然后弹种，这样它就变得更宽了。哦，这艘船叫天天天船哦。哦，难怪它的 logo 就是天天天，难怪你讲说昨天你们在讲那个天天天是什么东西，原来就是在讲这里。好，开门去。Yes.靠，又有什么声音？他刚是抱着自己的大腿吗？是他的腿吗？好恶哦！好，补充静置能量，继续往前进，应该还有怪，怪越来越多了。靠！我靠 ！What the？ 我靠！哦，等等，那个是什么？我现在要过去哪里？我可以把它静置，对不对？嗯，静置不了，还是可以打爆。哎呀，竟然在这里啊！我要等他在另外一边的时候。我靠！不要趁我！吓死人哦！靠，没能量，回去补静置能量，我回去补静置能量。我没有补血包。啊、靠北，我没有补包嘞，不知不觉又打到没有补包嘞，不太妙，不太妙。Shit！ 前面有补包是不是？他喷的，等他转过去。哎，又没有秒到，他这是四方的，要等他完全转过去。哎、欸，还是不行哎、欸！这个到底是什么规律啊？还是我要走左边呢、啊？哦，好烦哦！我要回去补个，补个。我要抓他，正要转过去的那一瞬间，这边，快！靠，我一直没吃到补品呢、欸，好亏、欸。算了，先过好。血量不太够哎、欸，这样都没有商店，我要怎么补血？靠，小心。补血的吧，靠，还有，后面在后面，靠背，吸一个，吸起来，不对，要吸这个，吸会炸到我自己，会炸到我自己。算了，踩。好惨啊，没血啦！然后又不给我补给，小罐的我捡，哎呀，我要不要回去捡？先把这洗起来，这很危险。
他在你没血的时候会故意喷血罐给你，这个有这个是。我不会爆，靠杯浪费我弹药哎！现在是怎样？不会爆哎、欸！我换大枪了，我没弹药。第九章开始真的有点难，直走。哎、欸，刚刚是不是一个不？刚刚出不？记录点我是不是没有记录到、啊？不行了，我觉得我的补给真的不足，所以哦，这边绿绿的，绿绿的。我想回去那边拿他的补给啊，不然我觉得我会过不了关。我回去拿补给好了。这边很多补给可以，最好是回家快哦，很远呢。啊！哇哩咧咧！再一次。然后我去对面补给，还好差点被那个射线扫到，就 GG 了。我从我播 SPL 在新庄啊、在内湖啊，我住新庄很远哦。你是北部人你就知道有多远，我是普通人。哦对哦，可以吸过来拿哦。花生，你突破盲场了。早说，我都忘记可以吸过来拿了。哎呦！啊！啊！真是血尿！啊，这有存档，刚都忘记存。不是，这会紧张就会忘记嘛，是不是？就跟看到正妹是一样的、啊。靠，这一定有怪。你看这 logo 就天天天，天天天，大家有看到？那柜子的 logo， 这边一定有怪。这么空旷的地方，自动封锁是傻小。我放个炸弹，一定还有。他过来，啊、靠嘞，没缓到、喔。哦、喂喂，等一下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不是缓到了吗？看到没有？他还没死啊！啊，左边。我、哦、靠，还有。几百只啊！等一下，太多了吗？我要吸怪打你们了，也太弱了吧！这怪也太弱了吧！我是说吸过去打也太弱了吧！你以为是 TD 啊，大哥？过来。人呢？还有一只，我看他在抖动啊，还有一只啊。这游戏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地步啊？要过去他才出来。
来来看到啊，那边甩来甩去的。没有那个小趴在地上踩不太死哎、欸，真的真的我实验过。啊，没有静置能量哦。我用个静置，我补充个，这样真的不行了。拜托给我一个商店，拜托你，求求你，让我买个补给品。有点无奈啊，有点无奈啊。虎烂的、欸，最好你们懂流体力学，你也超难好吗？虽然说你们讲的也没有错了，让我想到当年的那个普悟，哥的普悟也是修了啊三修。好，我有买散热塔、哦，我额外再买一个散热塔，我要躲。我买了一个好像1000块的散热塔，我的菜单上面没写。靠！站这里也被烧啊！哦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不要烧我，不要烧我，我要再往回拉，我要把那个拉回来。Oh my god！What the fuck man！ 我要把它拉，我要走过去拉回来，走过去拉回来，自杀，自杀。有啦，普悟有讲流体力学啦，只是你们教授没有把它上完吧？看你用哪一版的普悟啊？我记得普悟有讲流体力学啊，他全部的古典物理都有提过一次啊，但就是很大略提，但是有些学校可能普悟二有些教授没上完，我记得有啦，但我。只是流体力学本身可以再开一门课，物理系可以再去修流体力学。我们要再往前走，然后呢，打爆一个之后，大概有几个、啊？好像只有三个，我不要走太后面。打完三个之后就退了，不要再往前，然后把它吸回来。我、哦、靠，我不是把它吸回来吗？他为什么不让我吸回来？这不能吸回来的、啊。哦，吸回来啊，大哥。为什么吸回来也被烧啊 ？Fuck man！ 完了完了，血都在那边耗完，我到底要不要注意啊？哦，我在想要不要注意啊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攻略，真的不太会玩。这游戏不是一个礼拜可以破关的长度，这游戏大概要玩2个礼拜，就算每天玩。好悲。啊，可以可以。
会烧。引擎都着火了。没了吧？我靠，还有啊！是不是没了？没了吧？不要烧我！我靠！终于过了。拿到核心目标，我靠！吓死人！我以为又要被烧啊！电力故障啊！干干又要杀怪啊！You got it. Oh my God. 完了。You got it. 要杀怪。不要唬烂我，一定有怪。我要怎么回去？放我走。在遥远的以后。哦。不要吵。刚拿补品啊，哥那么惨。人生过得这么惨，还不是为了拿一点补品？我靠！这个燃烧的可不可以拿、啊？不让我可以拿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可以拿。懂了 ，nice。靠，这边又要打怪。干！这谁？黑人？我的、啊！他要死！拜！我要看他死！近距离观察。哎、欸，他没过来！哎、欸！所以黑人是好人啊。他不过来，完了，他已经过来，因为这玻璃会破的。换大枪，我就知道，我的人生就是没那么顺遂啊。等他复活、哦。死了吗？啊哈 ，easy 啊！哎、欸，喷个宝吧，大哥！喷个宝吧！我、靠，没死是不是？我靠，没死啊！你屁股烂啊！转去！靠，他怎么没有死啊？粪便呢？哎呦喂！妈了个 BB 扣！有够过分呢！结果这样就死了！哈！粪怪！啊！哥还不踩你，哼！小鸡鸡，哼！回家。啊，对啊，各位，如果你们原本就按 Facebook， 然后漏讯息的，那个 Jason 有说哦 ，MLD Jason 有说，就是记得下拉选单选接收通知哦，不然真的会漏讯息，很烦，但也没有办法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绝命异次元这一章打蛮久，打多久？一个也、欸、还好啦，打一个小时，差不多啦，一个小时一章算正常。这头有点痛，我们来开一下，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魔物猎人 Frontier FG 魔物猎人 FG。